不是我们喜欢闹的，是进行核实啊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把你身份证号码报给我们，或者把你名字报给我们。My name is Sophia。请你讲中文啊，而且中文姓氏里面没有姓索菲亚的啊。我所知道索菲亚可能是个洗发水。请你配合，叫什么名字？我们要对你身份进。他现在他不听呀。我听了呀。叫什么名字？向他配合。我不想告诉你的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，我觉得应该是在。